你现在在做什么呀？你在做什么？嗯，少一块糖行不行啊？你要不要给婆婆留一些糖？不要。哎呀，不要呢还。那我给你个分钱。那你会给妈妈吃糖吗？回家。我也不会。你也不会啊？就是你一个人吃啊？那都死了。哎。那个死人都死了。要把不亏的嘛给行。